GV3 搭配了这个 R X0 呢，几个重点注意，后面这里呢按一下，它闪烁就是没电了哈，按一下跟随，跟随，跟随，好，按两下，跟随，锁定，按三下，一二三，锁定，锁定，全锁定，好，那按四下，一二三四，破水平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破水平，啊、哦，这个在拍车的时候呢，有一种 N cup 的感觉 ，N cup， 你如果说你在车弯的时候，画面水平保持呢，没有速度感，所以要 N cup，N cup， 好，按一下，好、哦，恢复正常，全跟随，另外可以透过这支遥控器。啊、哦，干嘛呢？哦，进行遥控咯。那么当然呢，你不买遥控器也行的哈、哦。你直接就怎么样呢？啊、哦，用手机就可以控制它了。好 ，R X0 搭配了这个 GV3， 完完全全躲开了它的什么呢？镜头的这个限制，因为这个镜头呢，是定焦，而且是好像蛮窄的哦。